归你家，不是阮家啊啦。你要裁到七月半嘛，无我的代志。文聪啊，有一挂进门的代志吼，我想要麻烦你替我处理一下。你阿彪，公司的代志我无咧过问啊啦。啊，若电信公有代志，阿贤伊需要我斗三工，伊会亲身来甲我讲啦。伊袂记你来甲我讲。那不是因为这个代志跟我有关系哦，你叫是我的爱人，你是进门的头家啦，嘛较好心的拜托一下，你甲我理发师头路啦，莫家留恁恁进门咧上班啦吼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无咧过问世事啊，你上好莫过来烦我。哈哈，阿丹这都好笑啊喏，人是迄钱赚饱，要做官位来享受啊啦，唔只系讲安尼手脚洗手，无要过问世事。啊，你即马是咧安那？嫌钱赚了伤济，日子过了伤清闲。啊，规间公司你捧去送予别人啦，啊，家己煞秘在厝诶，咧顾这个白痴。我看恁家这小人病哦，真正是遗传性诶啦。你即马对你老母咧笑来款呢？你足惨，你啥人嘛文错？大人咧讲代志，囡仔点点啦，尤其是白痴哦，你变啊喘就好啦。无啊，你也唔对啊，你骂我啥无要紧啦。啊，啥物你讲我文错气笑，佮骂我心不白痴，无你即马是蛮乖唔惊，我会用告你诽谤哦。高秋华，可是我讲的代志是咱无影无食，这才叫做诽谤啦。也毋过我讲的是事实咯，这叫做忠言逆耳。啊，无你问杨一辉嘛，问看伊知影啥物叫做白痴无？伊若知我就讲伊是天才，我就承认讲我诽谤伊啦。我即马就欢迎你去告我啦。但我就知咧，我一入面就看你这个老顽童，我就知影我即马啥物代志拢免想要讲会好势啊啦。好啦，文聪啊，你考虑看卖咧啦，明天我就过来问你啦。大姐。安娜，阿姐今日就考虑好势啊！你是不是要叫我丽花明仔载免上班啊？丽花，我拄则有讲过，公司的代志我无阁过问啊。你甲我听清楚啊！你上好紧甲因为回一个，然后惊离开这个大。甲一个白痴回信嘞，伊敢听有？哎，我因为啊，我问你嘞，我敢有需要甲你回信嘞？我，那你看卖，戆到白白张啦！我看伊咧放屎放尿，家己嘛袂晓。啥讲的？我会晓啊，我有用一尿裤哦。安尼哦，啊这么好哦，食得才大咧包一尿裤，啊你阁好意思讲到这大声？唉，我看你吼，唔那是白痴啦，佫真唔知影见啥款。你讲啥物啊？呾好大，你佫讲一遍啊！讲啥？讲白痴。听清楚，真久无人告我，我非常没关系。但最近我压力太大，我真容易抓狂呢。你上好搁甲我刺激淡薄啊，搁甲我刺激一下啊！我甲你讲保证，我绝对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然后我会当减轻我家己的压力。你会试看卖啊？不，文聪，你误会我讲卖。看啦，吼！歹看，啊！你得要看你的生意啊！我真麻烦你，甲英辉好啊回家是的，会用的无？会用！英辉啊，来，阿姨甲你讲，英辉，伊要甲你回信的，免惊。回信的。因为啊，跟你回信的啦，哈，回啊！我跟你讲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叫你做梦，跟一个白痴回信的，我把你头都拍去，他规家伙要笑死！我代志要拜托你，啊，我做梦嘛想袂到讲，你嘛有代志要拜托我的时阵哦。是哦，因为我做梦嘛想袂到讲，原来你爸狗会先去做经理。
阿妈才讲一个代志要拜托你尔，你着记到一个正大地。阿无你叫是你是谁啊？但你进前嘛，敢若是一个卖槟榔的尔。你叫是讲你是总裁表小妹，在那咧牵亲引戚啊？叫是水果的变作新红叶，叫是槟榔的变作是正大粒的椰子哦。李艳飘啊，美玲。妈，你着莫阁牵拖别项啊啦！你有啥物代志要拜托美玲，你赶紧讲好无？我是要叫恁这个行政的经理吼，马上甲丽花甲万金开除啦。李艳飘，你凭啥物干涉阮进门内部的人事啊？凭我是丽花的老母啦。不管你要答应不答应啦，回地吼，因两个就做到今仔日为止啦。妈。啊，公司有公司的制度，袂当讲话开除就开除的啊。啊，而且万金的董事是业务部的经理，丽花是阮的副总经理，美玲伊无迄个权利啦。啊，就算讲我对丽花有意见，我嘛爱先甲阮总裁参详过，才会当做决定的啊。好啊，那咧我较等就找恁总裁参详一下。也毋过我即摆先问你哦，是毋是你诱拐丽花来？我是有鼓励伊啦，也毋过这边哪会当讲是诱拐？丽花是心甘情愿来正门上班的，也无人压迫伊啊。啊，你嘛同款，你嘛是心甘情愿要来正门上班的。当然啦。我讲到你这个背过的新妇啊，我才入去让关几工尔呢，你想讲我无法度唔忙啊？你后世人无人通我挖苦啊？声声句句想要替阮大强来友好我，我少年的时阵，等你像伊爸母，也我亲像你这样不好呢啦。今日走来我死对头，才来上班。妈。我是有唔对啦，也毋过我做唔对的所在，就是因为我想要对你真好，险险对不起朋友，做一个不义的人。也毋过我无承认讲我安尼就是对你不好，迄实在是因为你学分明骗甲戆戆西，我想要甲你斗三工，煞互你讨厌，所以我毋才无法度待伫咧你的身躯边。而且，毋若是我安尼想尔，丽花伊嘛是同款感觉真无奈啦。阮丽花是有苦衷的啦，是亲像你啦。规天干那想要摸你李静娴，还有老母创的大腿啦！李艳飘，你即摆人伫阮公司内底，请你讲话较客气的啦。我肯甲你讲话吼，就算是对你真客气啊啦。妈，我唔是你叫的啦。我连甲你讲嘛无效啦，万都甲你花啦。来，我甲万金呢，即摆是上班时间，我拜托你，卖伫遮闹好无？恁家的叔叔哦，等下班再等伊慢慢来讲啊。即项讲上班的时间，我袂当来找我的查某囝。像我以前吼，咧读册时阵，我第一趟咧三不五时走去找因老师、找因校长，你还咧小囝，你骗我咧，唔嘛咧，都算是咧看守所啦，咪当星星免费啊，无你这是啥？纳税集中营啦！我即马就来找恁校长，你有恁一个啦。啊，恁若是找到莲花甲万金吼，叫因来你正遐见我啦。副总万金，你是不是参照李亚彪所讲的，今仔日就要离开政府？若是参照伊所讲的，我尊重你个人意愿，我袂阻止，也袂勉强。总裁，无这款代志啦，我会当阁倒来正门，我心肝内是足欢喜的咧。啊，除非你赶快走，要若无，我绝对袂离开的啦。这死大了啊！你做你继续做你的米虫啦！哦，看到我业务员变作是总裁无啦，乌米糖变作是蝴蝶无啦，哇哦，我咧差点死我啦！也毋过我丽花都无共款啊啦，伊是我的查某囝，嘛是阮大是为了继承人啦，你一定要跟我来走。我无可能对你转去。丽花，啊，你是毋是咧叫吴妈妈？进前互你做副总经理这个职位，啊，你是咧贪图啥啦？当这富的拢是虚伪啊！当这间公司哦，景气歹的时阵，你挡袂牢啊！要裁拢有这副的开始裁呢。你家己先辞职，安尼较漂撇啦。等下大成了后，妈妈让你做总经理，是真毋是虚的哦。大成都用要倒啊，我做这行做偌久啊？无你是咧乱讲啥？妈妈有材料红爆出来哦，大成哪有可能会倒啦？就算讲大成伊无倒，我嘛绝对无可能转去遐上班的啦。我即摆伫正门上班，我感觉真快活。因为遮每一个人拢真认真伫咧做代志，无参照伫台信啦，大家拢真认真伫咧巴结你啦。所以，我一直到即阵才有法度体会，啥那哥哥当初一来进门，都无愿意离开啊。无即摆是咧安怎啊？
死的就较大。你把恁哥哥的心思把人讲出来啊！你就会当歹听话，就会当给我压落倒也是。妈，你敢会用莫安尼讲话啊？卡袂得就牵拖大强，母就到伊遐去。丽花的意思已经真明白啊，伊袂离开正门啦。好，恁安尼随啊随的，替外人来咧对付我啦！我看我过去甲这外人讲较紧啦。李正贤啊，你的桌子遐有笔甲纸，麻烦你吼写一条公文给阮丽花石头路啦。好，你若办大事后，恁祖妈来替你写，你签字就好啊啦。大姐，你阿飘，啊丽花甲万金的话，你应该听得正清楚。我尊重我的员工，我嘛袂无缘无故开除我员工。你的员工，啊讲甲这好听哦，你真正当作你家己是头家？我看甲恁这人讲拢无效啦。我直接来去找你，我们总讲讲的较紧。